需要某一些陪你睡觉的一个过程。哇，那你们男主角真的找对人呢。我不是男主角，你不是男主角，对对对，先大家放心，我不是男主角。是范晓萱，哦，你们那什么什么放心的表情啊？你刚刚呼一口气有点太，我没有呼，超长一口气的。这一部片子是你从影以来尺度最大。嗯嗯嗯。我上次访问他的时候，这部片也杀青很久了，他都还有余韵存在在身上，是是是，走不出那个孤独感。是。所以你的尺度是跟他吗？哎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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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跟少勋。可惜，对，可惜。对，我还记得，我还记得我手机里面有一个是13分钟一刀未剪的版本。哇！然后就只能就是继续，就是 flow 吗？好，要留纪念啦，自己纪念。很怕流出去。对，这个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你就不要拿一些点一点不小心 airdrop 给整个捷运的人。不至于。你有的时候不小心就哎什么都在收，他就收到隔壁人乱传的东西啊。听说你家里放了很多大型的公仔，数量多到女朋友说你是捡破烂。其实我认真的，如果有缘分带你们去我家看的话，你们会跟他讲一样的话。我以为你要买。不是，一个以前一个人住的时候，我会去买那个女生厕所的标志，然后贴在我自己的厕所门口。我每天都上女厕，厉害吧？没有没有，那不是，不要扣分，不要扣分，不要扣分。我爸是种非常乐观的种，我说哎爸，我在学校被大家叫菲力猫，然后我爸说哎为什么？然后我爸边看电视边吃水果，他也没有很 care。然后我就说没有啦，因为我在学校同学都脱我内裤，然后他们都看我内裤图案是菲力猫，就叫我菲力猫。然后我爸的反应决定了我有没有认定我被霸凌，你知道？如果那时候我爸马上打去学校说，哎，怎么脱我儿子内裤？对，我要抓这几个小孩。嗯，那我自己就觉得是霸凌。可是我爸的反应是这样，是哦，啊，不然换超人内裤，你会换错吗？我反应真的是这样子哎，我觉得事关他的幸福。我觉得是我小时候那个时候，我爸爸对我那种态度，然后让我觉得说，好像不要把不用定义成不用太定义成这样，然后你就会可能会就会比较受伤。好棒哦，爸爸好棒。